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好。我们谢谢主，在晨钟暮鼓这个节目里面，我们有机会学习诗篇，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小小的心得体会。诗篇给了我们许多的安慰、鼓励、盼望、应许，也教导我们应当怎么样的祈祷、赞美和颂扬主，和等候他的救恩。今天我们要学习诗篇142篇，有圣经的请打开，我们先念一念这诗篇。这里说大卫在洞里做的训诲诗乃是祈祷，这个是背景。我发声哀告耶和华，发声恳求耶和华，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，陈述我的患难。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的道路。在我行的路上，敌人为我暗示网罗。求你向我右边观看，因为没有人认识我。我无处避难，也没有人眷顾我。耶和华，我曾向你哀求，我说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在活人之地，你是我的福分。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，因我落到极卑之地。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，我好称赞你的名。义人必环绕我，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。一开始说大卫是在被困在一个洞里，在逃难的时候做了一个训诲诗，但是也是他的祈祷。这首诗标明的很清楚，对不对？那么从诗词的内容看呢，引基底这个在撒母耳上24章比亚杜兰洞呢更加贴切。这两个地方我有机会都去过看过，对不对？这个洞呢，隐基底洞呢，是在死海以西靠近海岸不远的隐基底城。在那个洞里，大卫放过了长途跋涉前来追杀他性命的扫罗王。对今天我们来说，有身外之敌可能的不多，但没有一个人例外。在心灵的深处，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都有一些围困我们的、压迫我们的、威胁我们的、伤害我们的事物。21世纪既是怎么样，有前所未有的为人提供了各种生活的方便，但却又是空前的紧张、压力增多的一个时代。大卫的经验、他的祷告，对我们都十分的有教益。大卫怎么样？他就呼求上帝，上帝垂听他愁苦儿女的祷告，作为他们人生的避难所。而且呢，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力量和亮光，这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。大卫说，我发声哀告耶和华，发声恳求耶和华，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，承受我的患难。在气压很低的时候，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时候，在高山、深海、隧道或者防空洞，空气有的时候非常的稀薄，让人有种窒息的感觉。今天有人即使坐在有空调的大厅当中，但心中还充满了压抑和恐惧。又有人生活工作在高压的政策和手段之下，惶恐万分，简直要把人逼死。你若去找近代的
心理学家他会告诉你一个减压的方法，就是叫你做深呼吸，或者叫出来，甚至大哭一场，但很可能根本没有人看见、听见或知道你。就算知道了，不是无动于衷，就是爱莫能助，或者是同病相怜，半斤八两，因为他也是一个人，既在罪和死的阴影下，也在愁思的万般当中，连心理学家也不例外。大卫的心却转向上帝，他的创造者，他的救赎主，他的良师益友。上帝在暗中察看他的苦情，听见他的哀求，这是何等的安慰和力量。我看到个资料，台湾有 9.8% 的人患忧郁症，香港据说10个大学生当中就有一个有不同程度的忧郁的症状。在中国有4000万的精神病的患者，还是有医院记录的。全世界每一年有80万人自杀身亡，中国有25万其中，至于自杀的人超过这个数字的10倍，因为许多是被救起来救活的。想想看，什么原因？谁愿意死？没有人愿意。但为什么会死？谁不愿意快乐？但为什么这么多人忧郁？因为感觉到透不过气来，或者看不到一线的光明，甚至于感到前途完全是漆黑一片。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不要以为大卫的诗写在我们3000年前，今天同样有价值。大卫说，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我知道你知道我的道路，在我行的路上，敌人为我暗示网罗。我们所知道的有限，在漆黑的环境或者幽暗的心灵当中，甚至对前景以及当走的路完全无知。但上帝是光，他是无限，他一切全知，人的诡计陷阱都逃不过他的鉴察。求你向右边观看，因为没有人认识我，我无处避难，也没有人眷顾我，众叛亲离，形影却立。当苦难加上孤独，就成为百上加惊，使人的身心难以复合。先祖约伯曾经有过这经验，但上帝仍然在眷顾。耶和华，我曾向你哀求，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，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。身体有难可以找到一个避难所也不容易，世界上有的是什么酒肉朋友，有的是礼尚往来，有的是只认衣冠不认人的，或者是锦上添花者。浪子在伤魂落魄的时候，喂猪是他从朋友所得到的差事，大卫做王的时候所受到的礼遇及崇敬，和此时此地的光景真有天渊之别。而人若想要找到一个心灵的隐秘处，一个灵魂的庇护所，就非上帝莫属了。人的肩头能挑多少重担，人的视力能够达到多深的地方，人的理解又有多少呢？人的爱又有多大呢？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，因我落到极卑之地，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，我好称赞你的名。义人必环绕我，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。大卫坐在宝座上的时候，他决然有这种世态炎凉的体会，他也不容易发出这样的祈求，
和对上帝有这般深切的仰赖。大卫在上帝公义和慈爱的属性当中找到了盼望。在他过往上帝带他的经历当中，他有上帝拯救他的依据。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也经历了这些，也表明了这点。我们这些生活在末世，不论环境怎么恶劣，人心怎么黑暗，自己感到多么的困逼，上帝是光，他也是爱，恶人不能永远得逞，愁苦人必定会得到救拔，而要高声颂扬主。但愿你我都是这样。